山里不是说吧，山里也福州的呀。他说他那边彩礼已经30万吧，真没吹，我们这边真是这样。怎么这么好？我去啊！那你在装什么，老铁？我承认他说的话都是真的。我们这边就是说，你想靠自己结个婚很难的，就你不靠你父母，想年轻人想靠自己结个婚特别的难。你最起码得准备，最起码得50万现金。他要求车房是属于说车房是必备品。我家里人还催我啊，你怎么不先谈个？我就这样说吧，兄弟，我赚到钱，我如果以后我不干直播，我第一件事就是全世界旅游，先全国旅游，然后再全世界旅游。我会拿50万专门去旅游，50万可能就是我一年的收入。努力了这么多年，对吧？到后面我再怎么样，我养老，我他妈吃利息都不至于饿死。就哪怕你干了这么几年七八年直播，后面哪怕不直播，吃利息都饿不死，都非常的值得。但你说你要是我一旦结婚，我他妈要最起码人家知道你有米，最起码要你掏个100来万，你真当老子提款机呀、啊？我操，说掏就掏啊！不是江西父母有钱，他们那些大部分的父母一个家庭，一整个家庭，可能说一年才赚五六万，但五六万会有一大半钱是给你存下来的，就可能说存个30万，存个十几年，对吧？从你十几岁开始的时候给你存钱，你存到你20几岁，能不能存个30-40万？但问题是这个钱，我说白了就存父母的血汗钱。我家里就这样，我妈就这样给我存的呀。那我跟我妈说，我妈说经济你干不动了，我说那你就别干了呗，我说店别开了呗，她也不愿意。我说你不用开了，我说我又不差你这几万块钱。今年我家还得把那个老房子给建了，还得掏几十万呢，难受。没什么秀的，这个人不敢来了。狂不狂了你？前期狂的一逼，现在挨打了，知道我厉害了不？让你他妈要狂了。借钱结婚没必要啊！你要就是我给兄弟们说一句实话，如果结婚影响了你的生活质量，那你就不适合结婚。这是实话，真没必要，搞得自己太累了。就拿小刘举例子，小刘我一个月给他10000块，他10000块花自己身上就花那么几百块钱，他甚至连自己的新衣服都不舍得买一件。他上次来找我玩，他穿他初三穿的那个棉袄，妈七八年了，我操！还穿过来，我问他为什么你不买两件新的，我说我给你买两件潮服，他说他有钱，我说你有钱你为什么不给他自己买，他说给妹妹买了鞋，给女的送个1000块一双的鞋，自己身穿7年老棉服，牛逼兄弟。我就问你强不强，就问你牛不牛逼。T 零级别的沸羊羊啊！什么叫我故意的？我认识他这么多年，他什么样子我最清楚了。你信不信？这次他来，他估计又得穿个老棉服来。过两天27号搬家去了，27号房东把房子空出来，我搬家去了。我到时候装电脑，装网线，装电脑。哎，兄弟们，装网线他会给我装好路由器不？我买好路由器，他会给我装好不？谁来谁死。
我自己买个路由器，我买个大牌子的路由器，我就想知道他会不会给我装好，就看这个细节。Q 一顺把打一套隔墙，一脚一踢直接给阿踹 Q。谁来了？Q 闷躲，哼，没什么好秀的他，注意看这个细节。Q W 拉扯回来，哇，太精了这个人。God like， 注意看这不细节。末影空 Q， 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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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来，你看我秀不秀，你完了，看我秀不秀，你就完了，老铁。还不来人？准备修路线吧。Q 打被拉扯回来 ，Q 就能飞走，盲僧线脑袋嗡嗡的。哎呀，我去！哇，直接给我秒了！帮装路由器那就行，他下次跟我对线我打死他，他这个装备我都没回家补装备。你看我现在揍不揍他就完了，兄弟。哈哈，他学上我了，我操，哎，给爷整笑了。不是，你还学上我了。你是个蛋呀！啊，你还学上我了？都是我玩剩下的，给我整笑了。哎，我也原地回，哎，我也原地回，你还学上我了？你还让你点血好吧，半管血打你一管血。这瞎子确实挺搞笑的，还学上我了还。哦，来了老弟 ，Q 一顺把打他瞬间拉走，推对棒躲 Q 过去，直接给阿踹。梦魇预判，来呀、啊，来来来，闪现一个 Q， 你还学上我带进化了？盲僧进化创始人就在这里，南门弄虾。他不知道进化中路带进化，主播原创的，到后面想秀的下子都学我带进化打中路，他跟我带一样的，他还想着秀我，你这搞笑呢？呼，谁来啦？来，瞎子来，是我。再给你一次机会，把握住哦。瞎子急，贴装躲。梦影空说给顺哥补了一脚一踢，哎呀，直接给啊，可还行？哎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不好玩。瞎急瞎急，瞎子虽说想秀，但他的操作又局限了。你看他摸眼僵不僵硬，兄弟，他摸眼都要顿一下才能摸出来。他一开始跟我对线就好玩了，他一开始没跟我对线，开空调有点冷。来了，我要认真了。
瞎子你别狂。哦 QT 撞骗他一闷躲，完了，这不我狂了，没躲掉他一有点狂，狂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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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酒桶顶他呀，哎酒桶你顶他呀，发亚的轰炸他，顶炸，哎呀酒桶好菜，这边这么菜的瞎子都在秀他们，我想笑啊兄弟。看着我队友确实挺捞的，我的评价是不如对面。不是你还想来呀？看好了，我只交一次，让你看看什么叫操作啊！自信，回去了。等个真眼，是时候来不高端的了，兄弟们。哼，想笑。看好了，我只交一次，狂狂再次狂，你说这波谁急，能杀我就行。对对对对对，狗头几射了吧，不好玩。三角刷没机会，这小子我 Q 过去，他们百分之百放阿跟我不砸，看出来他是什么打法了，回去了，先把守望之舞中了。我去，你们不会打不过吧？Q 闷躲一 ，Q 过去打他的阶梯棒，一闪而帅顶三个落地 ，Q 打不再拉扯走，再落地顺秒他一个细节 ，Q 到他不愿再躲他一，再一个 Q 接细节四杀，抬走不送 Q， 打不再拉扯走，落地 A 接铁这边一个 Q， 注意看这波细节三二一，梦魇红红会啊，接推顺秒，我只交一次啊，一打五。还有没对面的瞎吹出来说话，瞎吹说话图什么呢？梦魇空中 Q 直接顺秒踢两个，打他也要减速落地，再接推力棒一个 Q 扔再中，再打他的再拉扯，进化解一手 Q 打不拉扯走，不行啊，瞎吹说话，瞎吹说话。瞎吹说话。
这就直接给他秒了。看他能怎么修啊！踢两个好帅，哎呦！让你打了，我看你修。最看主播这波细节，我以后呀，空中双 Q， 哎，没中，呼呼，骗你一手，算了，他招一躲了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我谁跟你浪费时间啊，你们自己慢慢玩吧，我推了。